又到了岁末感恩的季节，今天石门区公所举办志工表扬大会，邀请到区内的志工齐聚公所。而石门区长在表扬大会上，除了感谢志工过去一整年的辛劳，更特别准备了人人有奖的礼物，要送给不辞辛苦工作一整年的志工们。为此，区长也表示，过去一年志工不论是对于区政还是独老弱势关怀以及送餐都无怨无悔，因此也让石门区成为友善乐活的城市。志工背景下的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当然还有很多的志工啊，对于刚刚谈到对于我们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个所谓的电安电话的问安，还有包括一些老师的关怀，还有包括我们社区的志工啊，协助这个我们社区的服务工作之外啊，那同时也协助我们的理事长啊，推动我们这个社区的总体营造啊，凝聚啊我们社区的这个向心力。义工的工作是一个花一走甘满修，那大家来承担这个工作哈。有能力来付出，实际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想大家打电话去问候独居老人也好，到家里面去看视频也好，我们看到的说，老人家他的需求以及他的有些困难的地方，那如果可以协助的地方，我们来协助他处理，其实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志工队长也在感恩会上感恩志工伙伴的付出，也因为志工们的不求回报，让独老们时常有志工电访关怀，还有亲人送餐相当温馨。不仅如此，今年公所也荣获市府颁发为民服务第一名的肯定，为此志工的工作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备受肯定与有荣焉。因为我们像那个送便当这一块啊，独居老人这一块 在我们自己的里，说离我家近这样子啊，就他们当初在说，就说啊需要志工出来啊，我就想说，那刚好我会骑摩托车，就刚好是同一里啊，就顺便顺这个事啊，接这个送便当独老的这一块。所以服务老人家开心吗？开心的，有时候他们会跟你说说笑笑，让跟你讲说谢谢或什么之类的，就觉得蛮高兴的。在今天人人有奖的感恩表扬会上，更特别表扬了前三名的集邮志工，其中获得第一名肯定的领风莲说，因为对于服务的热情，同时身兼好几个志工身份，不仅如此，担任志工也让自己相当开心，可以透过关怀访视与长辈话家常，知道老人家的日常与故事，而且看见长辈的开心笑容，就是从事志工工作获得的最大回报。记者廖品涵石门采访报道。